笼罩住中国同埋佢嘅邻近反气旋所带嚟嘅一股寒冷空气正有所缓和。气象局今日录得最低嘅温度系摄氏12度，直至中午已经上升到摄氏16度。风力缓和亦令到能见度降低，有烟霞。展望未来数天，气温会略为回升，低温会徘徊喺摄氏嘅13度左右，日间高温则会徘徊喺摄氏17、18度左右。而天色方面都是以多云为主，间中有阳光和有几阵微雨。